370万新波子，战斗格升呢。在香港，一听到呢啲声，睇怕你都忍唔住望两望啊靓。呢架就系 Porsche 最新到港嘅911 Turbo S， 一贯波子跑车型 look， 有4.式日间行车灯 ，LED 头灯配备 PDLS Plus 照明系统 ，Sport Design 侧镜，单锁式20寸 timing。碳陶瓷刹车点，同埋车尾抢眼嘅定风翼，内笼咧有轻触式多功能屏幕，同清晰嘅五圈标板显示，真皮桶座上面嘅头枕压花，仲系 Turbo 版专属添。不过后座嘅 dock 就难坐啲啦，接埋嚟方嘢仲实际。到性能啦，3800cc Twin Turbo 水平飞悍引擎，六起缸式设计，马力输出有520匹。若果开埋 Overboost 系统，配埋7前速 PDK 双离合气波箱，仲可以谷到750Nm 扭力，极速跑到每小时318公里。启动埋 Sport Plus， 由零加速到100，都只系要3.1秒啫。不过咁，香港地人多车多，就算佢快到0.01秒都好啦，想俾机会佢发挥下，佢怕都有啲难度啦。战斗力升呢，但高价又升埋靓。Turbo S 版要370几万，哇，几乎370嘅楼买到咁滞咯。